我已经实名举报河南省开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副支队长张文涛违法乱纪行为，对我多次家暴，还找人打我，曾说打我打得太轻，应该把我打死。他姐姐也曾说，打你怎么了，你去告我们也没用，我弟弟是大领导，你们家人都是普通老百姓，打你你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张文涛也说，和他一条线上的领导也会保他。我就想问问那些领导，你们保的这个是人还是鬼？